是爹，也不是爹。相公服侍茶，进正装衙门。父母有本人事，你不该瞒奴家。娘。娘子，你要与我快快打点。知道了，你用饭去吧。来打
要用金钱首饰就够了。
中状元，名扬天下。翰林院冒茶金花。状元汪涛，榜眼李可居。李年秀，王年秀，请。李年兄，咱们弟兄穷临岩上分手，不知日后何日再见。哦，以王年兄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你我弟兄各修更帖一封，待日后相认，你意如何？如此就依王年兄，书同如墨伺候。
在法地。书童容美此好。
山呀海路不撒地上鸡，那呼呀呼那呼呀呼海雪花送清理，料计一直蠢，嗯啊还要请回骡子大马牛，现如今他家贫困难以糊口，他父亲依然是大无情白发相助，五虎保镖。
缺不了，银子他不要，年货也不少。硬要我把老脸丢，店铺里忙得我谈不出手。我请他国府里时，他也只要讨好，不受理我这老脸没出发，没太接我身为长兄怎下楼。我要他一阵血泪吐，他这才退了银两年货留。这件事真假人揣测不透，等忙完点钟时细查。
就一。
妹相，妹相，你听你。两个大姐来结拜，此话她讲。